我居然变成了超大的小鸡，而且还可以旋转，米粉宝宝们一起来呀！天才神枪手落地九十杠，还有我是米妮。最近有粉丝和我说，他在特训岛里发现了超级大的小鸡，于是来问我这是如何做到的。其实方法很简单，下面就跟米妮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我们来到小鸡训练场，大家都知道我们跳进这个小鸡场就会变成小鸡，但是如果我们在跳下去的同时按下探头键，就会变成超大的小鸡。但是这里你一定不能动，也不可以开枪，要不然就没有了。然后你的小伙伴就会看到你变成了超大小鸡，米粉宝宝们是不是很壮观呢？虽然我们不能动，但是可以移动视角进行原地旋转。另外再给宝宝们介绍一个可以瞬间移动的地方，我们从这个小口子进去，你会进入建筑的内部，然后往楼梯走，刚好我的队友在楼梯口，于是我们就可以从楼梯那里突然穿出来，吓死他。最后，宝宝们还有什么奇怪玩法或者测试，都可以私信给我。我们下期见。